说到中国，很多国际朋友都会知道没有什么是中国人不吃的。但实际上，世界上还有另一个国家也以吃而闻名。这个国家是印度。很多朋友都知道印度人吃东西都喜欢用手抓。但实际上，他们确实是美食极多的地方。特别是很多人嘲笑印第安人如何吃火锅。在我们看来，印度的饮食习惯就是用手抓他们是怎么样把手放进火锅里的。相信大家也比较好奇，他们也是血肉之躯，也害怕高温。所以事实上，当印度人在吃非常烫的东西时，他们会把食物放在碗里，然后等到食物冷却再吃。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中国人的钱越来越多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很多东西现在吃的也少了。我们不要说那些难吃的食物，现在农村地区的许多果树到了收获的季节也烂在田地里。其中有一样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常吃的东西，现在印度人吃的上瘾。这种食物是菱角。事实上，这个在小编小时候吃的非常多，并且这个东西产于南方。因为在物质稀缺的时代，不要说挑食，吃得好，更不用说味道好不好了。但现在生活条件慢慢变好，每个人吃的越来越多的好东西。所以以前的菱角现在吃的人也少了大部分用来做菜。但我们的邻邦印度仍有许多穷人生活在贫民窟。这种生长在水里、生存力极强的美食成为了印度人的心头好。现在菱角已在印度大规模养殖，已成为印度的经济作物。许多印度人已经看到养殖菱角有经济收入。他们已经在自己家的水池里种植这种植物。所以现在只要到菱角成熟的季节，印度的所有街道和小巷都是卖菱角的小商贩。